老刘，这个是你的？这个不是我的。不知道。山水石饼都是我的。是啊。家里石头了有没有？有哎。这样的石头没有啊？有。到家里拿筷子。搞个金豆挂在这里。水上不去，谁给你浇水哦？是你。我这就是我就是石头，拍这的时候插进去就可以了。硬的时候怎么种？这里种起来可以了，种。困惑呢，就是就是。就买个泥泥灰一样啊，看看。头晒一下多买。啊。过十六头晒一下多。不是呢，快过十六呢。快过十六咋做？我泥脚子呢。过泥泥吧，过了光，就多过十一吧，就泥泥吧，就泥过了脚。我叫那个，那是我娃娃，我没事的。一个西北出名啊，吃然后也没事过搞嘛，也没事。妇女学堂没人要求，没女下，我留下了。在这里能拔？不知道嘛，你下地卡快到了，就来给我捡下来点。装口袋。哦，一般不会吧？现在有这种了。一般我们这里风狼种了好几个，这里一个风狼，这里一个风狼，都能都拿走拿过来。这样子。不，你干过来。他这石头就是原先那个。有些地方都拿水泥粘接的，现在要做的话，室内搁的话，没有人偷东西的话，还是切平好，切平搁到那儿。这个我都是垫起来的，你看都是垫起来的，都粘起来，粘起来。太矮木还有中路石，很少带皮的，很少的。他们就是观赏石英，白皮的就没有。对对。我这个能粘台的就可以。它做景观在西安，在都要这个纹理都要一样。那个钟乳石还有一种特别白特别白的，我们叫雪花钟乳，我都有啊，我都有。这个是王室的，不是做盆景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它有个石头店。我这里还有个石。啊。几十馆，我里面。雅石轩。我等一下门打开给你看看。钟乳石，这个石头是从什么前几年？这个是女娲石，这个女娲石是带皮的。对啊，这个是磨出来的，这个磨出来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磨，这个是全部自然。这个东西还最好的，而且原这石还是有点像形，像是像龟一样，龟一样啊，就是龟，是这个是我们本地的石头啊啊，海礁石，海礁石啊，就从洞头还是海边搞过来的。这种海礁石的上头，这些沉积的，好像是一些个过去的一些那个。这个也是几亿年的事情了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嘛是端石，端啊，来宾，来宾石啊，广西的，来宾啊。这个是彩陶，老刘的石头准备将给他这里是吧？啊，将给他什么？将掉了？不是，这是我的。对，这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将到这里将掉了。将掉可以的，但我走的时候将掉。这块石头，底下一个平面出来，有些东西整个雄浑壮观，贺兰山的感觉。山形的，对，山形的，对，广东、香港很吃香。对，老板后面做一下，靠山越大越好。对，这是这个整块的，这个不是切底的，对，完整的。完整的，明白。那个九龙冰都是切底的，切出来，这个就是下面就是很完整的。对对。而且你说是靠山不说，而这个山的雄浑壮观，就是感觉像古代那种贺兰山啊，对，那就是马踏。我们叫它去呢，叫卧牛山，这个牛头嘛，卧牛。伏牛山，卧牛山，就是过去岳飞打仗的时候就是那样，对啊。这个也叫来宾啊，我一颗，原来呢，我们一颗呢，福建厂这么大的，买过来7000块买过来的。台湾人喜欢我那个福建厂啊，我喜欢这个石头，我说我们不要就价钱换掉，他也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这个青石。叫过去声音很好的，我们对的七声雕，对对对，八音石，对对对，磬石。这过去《水经注》里面专门写过这样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有的。这个是缅甸的木化石，这个我们是江西的水中木化，这个嘛是端，也是端石，广西的。这种木化石的话，咱们内蒙那一块儿出的也很多，有。这是个。内蒙这个两样。啊，两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这个挖好吧，挖大挂大挂石，这我也没有的，挖，挖，这个鹰也不错的，大鹏展翅嘛，这个鹰头，这象形嘛，这地方鼓一下，呱就是朝天就割了，
是哎，三年，正好头尾三年。对，这是我的师傅，嗯，这是他代表作《向天涯》。我是，嗯，老先生，我很尊重的老先生。他的这种作品，他的这种作品跟那个现在的日本盘锦就完全有区别，收入高，对，收入高，很有中国文人气的那个。这个散掉了，现在只能躺在床上住。这里东西就看楚光老师的风格，你就看得出来了。对对，哎，这是个榕树吗？榕啊，嗯，临水，这就正儿八经临水的。